去年所做的作品，国际艺术节啊，国际艺术家到这里来，有五六个国家啊到这里来所做的作品。那我们也可以看看左手边，左手边你看到那边大块煞笔纹，师傅，哎，好几家，在右手边这里，这里看到，我那里，是不是要过去看看？去了解一下，小心去看什么东西，我没听清楚。啊，你刚刚是去看什么？说那边有一个作品是石木鱼。石木鱼，哦，这是国际艺术家过来做的，做金陵做的艺术品。这叫做成龙湿地啊。这里是成龙湿地。为什么叫成龙湿地？成龙是这里的地名，村庄的名字。哦，那湿地是因为民国75年。有一次尾温台风，还包括民国85年克伯台风，因为我们这里的地层下陷，到那个时候是那个海水大灌，造成了这里这边的海水啊都无法退去。这里本来是一些良田，可以种植农作物，很好的农田啊。对，这个是国际艺术节，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国？那边有那个解说哦，哪一个国家有总共好像有4个还是5个国家？哦，对，这一个过去还有，但是要走1000，可能大概是要1个小时。这是石木鱼，石木鱼还可以走进去，从它的眼睛看到2侧。对，这个是石木鱼。哪一个是石木鱼？这个石木鱼他所做的意思就是年年有余哦，大家都有春节，年年有余。我们所看到的湿地，你看里面还有那个电线杆啊，哦，还有电线杆，还有一些祖先的坟墓。这是民国75年跟85年做了台风以后，海水倒灌，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水从来没有干掉。哦，所以造成了湿地，造成了湿地以后，也就造成的是鸟类天堂。那我们这里的鸟类，大约都是一些白鹭鸶、夜鹭，哦，高翘鹭。但是冬天到了，冬候鸟又进来了，冬候鸟进来，现在有看到的就是一些埃及圣环。埃及圣环就嘴巴弯弯的哈，那头部是黑色，还有尾巴，它的尾巴是黑色。还有再慢一点可能有那个黑面琵鹭，现在的黑面琵鹭好像还没有看到很多，还很少，还找进来。所以这个是早期以前的科田，现在的科田不是这样哦，这是早期国炸那个科田插鹅啊，人家说插鹅啊，就是用这样插的哦，用完了插来插的前海，现在比较文明，比较科技一点，就是往大海里面去养科。那养科也有用那个蒲的哈，蒲白啊，就是四面八方嘛哈，用那个大棍的姿势，用浮筒把它浮起来，哦，那一整年都是浸泡在海水里面，那个科那个牡蛎在成长会比较快，大概是8个月就可以收成，啊，以前只是蚕，做蚕。啊，后来是台风了后，因为咱地层下陷，超出地下水，地层下陷。后来因为台风，海水倒灌，好，啊，这海水倒灌就退不去。民国75年尾温台风，还有85年赫伯台风。我们这里的台风本来是要靠中央山脉的阻隔，啊，我们这里台风受灾害是会最少最小的，但是那一次尾温台风就是很特别。绕回来，对，吃海以后经过了这2-3天再从西南再进来啊，那就没有中央山脉的保护哦，所以加上海水倒灌哦，就造成这个样子。拍太阳哦，对，现在的夕阳就是最美丽。哎，看我已经看了，哎，就是它哦，有夕阳又有鸟类，这是最漂亮。啊，
关切岩的，我们现在就过去了。他这个真的，如果要走的话，是怎么走法？啊，如果真的要走，是绕着旁边这样绕一圈。就要从这里绕一圈，大概各一个小时。骑脚踏车还是？没有，用走路的。用走路大概是。对，那现在。现在这个时候是看夕阳最好，看鸟类可以说看不到，因为他们都要回家了。要回家。路见部的要回家，那夜见部的要出来了，是 A 路嘛？A 路的会 ，A 路就要出来觅食。电线杆，先找到电线杆，好，小心。高脚屋，那还来了。那高脚屋这个是在设计还没有做，准备要做的。新鲜说明嘛，我们有提醒大家要带啊。哎。加一个一个的那个也是。大哥，你要不要去站那边？不用了，你为什么要到？你要到人体比例吗？不用。还有人这样的了？他现在用人都是。都有工具性用。你来站在门旁边，我应该说，你不用帮他了。在那里啦，我们应该是说，我们不大敢抢何中勋的工作，哎，我们觉得很造次。手收起来看，手收起来。我郭家也很适合当 model。